马保罗在华盛顿发表加拿大的世界观，他强调加美的分歧不应该影响到两国的合作。联邦政府准备应用辨认面部生理特征的高科技护照，去避免护照被人盗用。各位欢迎收睇4月29号的新闻，先睇国内消息。马保罗今日首次以加拿大总理身份喺美国首都华盛顿发表演讲。 他表示加拿大并非超级大国，同时又强调同美国的分歧不应该影响到两国喺加强边境保安同埋国际事务上嘅合作。预期马保洛此行将会就消除加美嘅贸易障碍向美国国会进行游说。由李方思报道。